凤春儿啊，哎，来坐下，坐下。老爷，俺不敢。哎呀，老爷让你坐就坐嘛，啊，坐。哎，坐下来，陪老爷喝一杯。嗯，老爷，我不会喝酒。凤春儿啊，想不想跟着老爷享福啊？想，可是俺没那个福分。谁说的？是这，凤春儿啊，以后只要听老爷的话，老爷给你好吃点，好穿点，哎，给你买好衣服穿。谢谢老爷。过来，把手伸出来啊，看看。哎，把手伸出来。哎呀，你看看俺春这手长得嫩乎乎的。队长，谁？队长。对，先要一个。你不长眼，你不长眼呐，弄死你的心都有。队长，哎呀，怡红院又来新人了。啊？坐坐坐，我告诉你啊，自从云飞走了之后，这日子还真他娘的不好熬啊！哎，是啊，喝啊！你刚才坏了俺的好事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啊，又不是。俺告诉你啊，今天到了怡红院，你小子花钱，俺花钱？咋？哎，俺花就俺花，只要队长您高兴，俺花。来，喝了这杯就走啊！哎。愣着干什么呀？走啊！哎，走啊！队长，更衣。哎，
李铁军，我让你准备好的所有车辆还有马弹，准备好没有？钥匙，统统准备好，随时等待我的命令。 给我劫回来！哎，好。马包队，这帮子来。拿钥匙有你那手艺，俺也卖了。吃一把？不吃了，不吃了。俺得赶紧忙活。哎，好，得了。来，豆腐。同志们，秋收到了。 咱们目前主要的任务就是保护老百姓的秋收，同时呢，给咱们的队筹集军粮。这小鬼子呢，也一定在打咱们粮食的主意。他们会千方百计地算计咱们的粮食，把这些粮食运到前线去，给那些屠杀咱们军民的日本兵做军粮。所以，上级指示咱们打击鬼子，保护秋收，绝不能让一颗粮食从海洋运到鬼子的前线。 另外呢，咱们要想办法协助乡亲们坚壁粮食，就是鬼子来了，也绝不让他们发现，更不让他们抢走。哎，李书记，这鬼子突然把福贵那些从行村据点干活的人突然给放了，俺们都争不明白，这鬼子臭葫芦里卖的啥药啊？还纳闷呢，你说这小鬼子要是想要咱的粮食，那他干啥把福贵他们放回来收粮食啊？ 龙哥，龙哥，小壮，龙哥，发现一个情况，就是小鬼子运了好多空麻袋。嗯，他们肯定是抢粮食来了。二壮发现的这个情况，就证明了这一点。这小鬼子太狡猾了，俺这一直不明白怎么回事，感情是这么回事。现在粮食已经收回来了，咱就得想办法，不让鬼子抢走粮食。俺看。 这村口还得加大布雷的区域，以防鬼子的偷袭。对，要是等鬼子突然来了，再埋起来不及了。哎，首哥说的有道理。另外，咱们再想一想，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乡亲们藏粮食？哎，李书记，俺倒有个想法，咱能不能把粮食藏在山洞里？ 可是大家一定要注意，现在是秋收的时候，咱不能伤着自己的乡亲们，不见鬼子不挂馅儿。兄弟，十四吧，这个俺说了真不算，咱冀村的粮食现在都民兵说了算。哦，俺听出来了，你要作死。哎，没没没，没有没有。哎呦，这不是三炮吗？哎呦，你咋来了，三炮？哎哎哎哎。 三炮也是你叫的呀，这是堂堂国民政府司令，啥司令啊？到俺家来了，俺辈分他得叫俺一声叔，是吧，大侄子？你要这么说的话，大侄子还真有点饿。三叔，手都做塞了，按老规矩，赶紧把粮食给俺带走。大侄子，按老规矩是不假，可是现在呢，又有新规矩了。 咱们这几个村搞了个民兵联防，保粮征粮都听民兵大队的，大队长是赵化龙，你们不是师兄弟吗？他要说一句，俺这保证没问题啊！哎，对，保证没问题。提人是吧？俺告诉你，今天谁来都不好使，少把俺当驴粪蛋子踢来踢去啊！别盘道了，给句痛快的。 给还是不给？不是，大侄子，你别激动啊，没说不给，谁说不给了？你说了？没有啊，没有没有。你看，没说不给。这样，咱进屋坐下慢慢聊，好吧？来来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来进屋，来来来来。行行。
一定要记住了啊！提醒乡亲们，走右手边，把雷都仔仔细细的埋好，明白吗？明白，明白。哎，黄龙哥啊，咱平常都是手拉雷，咋今天换成脚踏雷了？这要是炸着自己人咋整？所以俺才一直在强调嘛，一定要走右手边。你想想，现在是啥时候？现在是乡亲们正在打粮食、运粮食，这万一小鬼子偷摸上来了，搞个突袭，来不及及时应对，咋办？出大事了。俺知道了。哎，周刚，你这胳膊不方便，俺派个人帮你干吧。哎，放心吧，郝龙哥，俺现在一只手练的比原来两只手还好，你就使劲派任务吧。好样的啊！俺干活了啊！哎，郝龙，郝龙啊，大海回来了，赵队长，埋雷了。对，俺家下面好几块地正在收呢，别把俺家人炸了。你放心吧，不过你要告诉他们一声。一定要小心，别踩着雷了啊！啊，好，那您忙，俺也忙点。好。哎，记住啊，出村的时候一定要走右边。哎，知道了。好了哥。哎，行行，别一惊一乍的。俺给你看好玩了。你小心。知道了，慢点。咋样？哟，马蹄印儿！哎，你们看这瘪子都能整事儿，俺以为哥们儿啥时候变成驴了呢？操！我气你啊！哪跑？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！哎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！一会儿再踩。赵队长，赵队长，赵队长，赛跑去集合征粮了，还拿着国民政府的大红章。啥？拿大红章？那不是三炮。蒋介石那是，就是啊。那这样的，刘奎，哎，俺得赶紧去趟冀村。照俺说的，你安排一下人站岗，告诉乡亲们要走右手边啊。好，放心吧。哎，都收拾家务事，回村了，回村了啊，回村了。怎么样？你在这站岗，走走，俺下去一趟啊。不是，俺在这站岗啊。回村了，这大伙都知道，俺站不了岗，俺待不住。站住！俺就要治一治你这待不住的毛病，在这好好站着。站着啊！这不是，就你们都下去通知去了，还跟这儿站啥岗呀？这还。小辫儿，你就先委屈在这站着啊。俺给你备了一壶好酒，在那放着呢。啊？那成。那先走了，啊！大侄子，你看刚才不说饿了吗？菜都是专门为你准备的。这样，咱先喝，先吃，好吧？菜有点素啊。你咋不炖只鸡呢？不是，炖着呢，马上就好。炖着呢，炖着马上就好，马上就好。来。大侄子，咱先喝酒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少弄些，李哥都。粮食的事儿咋说？粮食的事儿都好说，先喝。来来来，先喝。来来来来，请请请请来。队长，炮龙大哥，哎，呵，三炮，你也在啊？行，你真行，叫人是吧？不是三炮，你听我说。三炮，师哥，别演了。俺给你面子，粮食俺不要了，你就是给俺一万担，俺都不要了。三叔，不是，三有种，真有种。咱们山不转水转，走着瞧。等等，走，你干啥呀？三宝，
这么不想见到俺呀？不就是点粮食吗？至于吗？俺都给你准备好了，去赵家庄拿去。啊？还得是师哥呀！哎呀，什么三叔四叔，那都是扯淡。行了吧，你小子那点心思俺还不知道啊？啊，都是打鬼子的队伍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师哥，谢了。啊，还是那句话，有啥事儿您吱一声，好使。好，兄弟。三子，哎，走，走，拉粮食去。保罗，三炮，你得替俺跟他说开了。俺是按照您说的联防保粮，俺可得罪不起这个霍岩了。哎呀，你想多了，这是俺师弟，俺能不了解他吗？人虽然粗一点，但是还好啊。哎，对了，你们这个粮食收的咋样了？哦，已经50%了。成？哎，不太够啊，得抓紧点速度，要不然鬼子来了可就麻烦了。行嘞，您放心。啊，一定抓紧时间，绝对不让鬼子拿走一粒粮食。好，拜托了。哎，回去。那您慢走啊，华罗。这哪有啥人啊？这不都通知去了吗？还站啥岗？站岗？鸡腿300大两，垛庄760大两，赵家庄800大两，邢村780大两，马家村600大两，蒋家村730大两，刘家庄Yes，抓紧时间，让那些村民赶紧交粮食。哎，是。啊，还有啊。这次征粮啊，不要穿这种制服，都穿便装，赶快安排下去。这两天呢，多找点衣服，还有草帽，知道吧？这件事情一定要秘密进行，你可不能到处去抢衣服，这样很容易泄露秘密，知道不知道？到时候谁泄露秘密，这泄露一个，我枪毙一个。等他们把这个粮食收完之后，马上行动。是。八路地雷的情况，一定给我查清楚。太君，这个你放100%。咱们有内线。内线。哎，大家都停一下，停一下啊，停一下。哎，乡亲们都停一下啊，听咱刘文叔跟咱讲几句啊。大家听好了啊。以后回村的路上呢，大家伙都小心点。咱们村口呢埋了地雷了，是防止小鬼子抢粮食的。以后回来的路上呢，大家伙都走路的。哎，富官，哎，这个化龙是咋说的？他说走右边。哦，对，走右边，大家伙都走右边，听见了吧？大家伙抓紧把粮食给收了，小鬼子这两天就要来抢粮食。这小鬼子呀是说来就来，大家伙抓紧干，不能让小鬼子抢走一粒粮食，明白吗？啊，明白明白。快，乡亲们，快抓紧抢啊，乡亲们，快！哎呀，来，快，慢点啊，来，快！咋了？走啊！他们刚才就在这儿埋的地雷吧？对，他们是刚才是在这儿埋的雷。咋说的了？俺记得化龙跟俺说是走路右面。俺记得好像也是右边。对，路右面，咱走路边，走右面。别走那边，有地雷。别！
偿命的。快，快救人！哎，快！哎，爹，好。华龙，我听说地雷炸着自己人了，现在人咋样？命是保住了，可是少了一条腿。我不是跟大家都交代过，不是特殊情况不让埋踏雷的吗？是啊，多亏啊，俺是担心大家都在忙粮食的事儿，这万一小鬼子来了，咱不能及时的挂线，这会出危险的，都怪啊！咋回事儿？啊！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一个一个反倒都不说话了。都说说情况吧。谁先说？王指导，既然没人说呢，那俺就先说。俺向大家检讨，承认错误。华龙去季村调解土匪征粮的事情，这家里的事情就由俺负责。既然发生了事情，俺负责任。这另外呢，葛小辫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另外，葛小辫也有责任。华龙临走之前，专门交代过要有专人把守。为什么呀？目的就是怕咱乡亲们踩上咱们自己埋的雷。而葛小辫呢，就是那个负责专门把守的人，对不对？那小辫，俺问你，你干什么去了？俺，你喝酒去了，对不对？俺没喝。葛小辫，我让你好好站岗，你竟然去喝酒！俺喝酒是俺不对，可是俺跟你们说了，俺不能站岗，俺待不住。你再说了，那天太冷了。小辫，大冷天的，别人都能站岗，而就你站不了岗啊？因为别人特殊吗？小辫突然跑了是不对，可是他可是啥？可是那喝酒就是不对吗？不是让你们告诉我的雷埋哪儿了吗？去了呀，俺和刘贵去的。那咋说的呀？我跟大家伙说了，说埋雷了，让大家伙走右边。等一下，你再说一遍，走哪边？走右边。不是你跟俺们说了让走右边了？哎呀，进村的时候走左边，出村的时候走右边，这不是糊涂蛋吗？这个。俺就照大队长的话跟大家伙说了，俺其他也没想。这刘辉，那这事儿你也有责任。你说你文书这么大个官，你交代这么点事儿你都交代不清楚。你会说话吗？你怎么说话呢？你什么态度啊？你自己做错了事情，你现在还在狡辩。你知道全村的乡亲们。小辫说的没错，俺也想问你呢，你不是跟着一起去了吗？你咋不说明白呀？就是你也没说。走，小辫，你的问题也很严重。哎，二丫，华龙，俺正在处理那个炸伤人的事情。你说，俺是交代大家伙走左边的，这么简单的事情，这福贵他给弄错了呀？不是你，行了，都别说了。俺给大家承认个错误，今天这个事儿怪俺，俺不应该这么早就。
就交代大家埋踏雷。俺是一时糊涂，光想着如何炸鬼子了。这样吧，马上把所有的踏雷都暂时起出来。行了，大家听赵队长的吧，赶紧行动。走吧，快。大家都小心一点啊，尽快把雷都起出来，小心。哎哎，小心点，小心小心，小心点啊，快点，慢点，看清楚啊，小心点啊，小心，慢点，这儿有一个，哎，慢点慢点。一定要小心，来，把灯离近点，慢点啊，一定要小心点。找到了，剪刀给我。哎，应该还有一个，好，别找了。好，我记得是在哪个？剪了，来，快快快，起出来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好，走。这不是处分不处分的问题，是咱们都要引以为戒。是，那还是要处罚案，这是俺的责任。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也有责任。我如果能够提前做好宣传，让大家都重视这件事儿，就不会有像今天这种事情发生了。哎，华龙，但是咱们那踏雷啊，该埋还是得埋，现在只是需要在技术上做些改进。你刚才进来的时候，我在想，咱们是不是能在这个铁门上再设计一个机关，让它既可以是拉雷，也可以是踏雷，这样是不是就方便灵活多了？可是，这啥机关？我有了一个大概的思路，还不是很清晰。哎，这样，我先画给你看看。你看，大家都仔细点啊！哎，华龙，我正跟大家讲这个两用雷呢，大家看一下啊，把这个铁的卡口呢安在这里，这就是咱们以前经常使用的拉线的拉雷。那如果把这个铁的卡口拿开，就变成了踏雷，这就是我说的两用雷。这厉害了，太厉害！这个办法太好了，这样的吧，马上告诉军分区，让各村都这么办。嗯，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。那咱们就加大配件生产，供应各村。放心，这个绝对没问题。嗯嗯，咱们没日没夜的，也得让各村都配齐上。Thank you.
队长，队长，老七，老七呀、啊，来，啊，哎，俺抽烟的时候啊，你能不能小点声说话啊？别吓唬俺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轻轻哼一声，俺听着就像是地雷爆炸的那种声音啊，俺害怕。这，哎呀，哦，队长，刘坤来信了。信上咋说？您看看吧。啊，那那先生，说赵家庄又发明了一种雷，叫两用雷，不炸自己人，专炸外人。这外人指的是谁呀？皇军跟咱呗。认人的雷。骗人的吧？不应该呀、啊，刘坤编这些他没有意义。俺估摸着，十有八九是真的。哎，这赵化龙是越来越神道了。他怎么造出来认人的雷了？哎呀，可怕呀！咱可得格外小心。哦，是是是。队长，咱赶紧把这个消息报告给皇军吧。你吃饱撑的了吧？啊？听俺的，多一事。不如少一事，咱能顾着咱自己的命就不错了。别吭声了，仗着谁谁倒霉，炸死谁去求。老爷，俺懂了，俺不说。大队长，太君，啊，大人，先进去。那个老七啊，太君意思都听清了吧？去带上弟兄们，探探看有雷没有啊？队长，这万一情报不准确的话，咱全都可得撂这儿啊！你哪那么多废话呀？啊？给弟兄们说说啊，进村的时候不要鬼鬼祟祟就行了，哎，一定要装成那种哎进村收粮食的长工，啊，另外呢，就是说看见有竹筐子的时候绕着走，竹筐子下边都有地雷，啊，记住这儿就行了。乖点啊，弟兄们，快快快快快快，快快。跟上，快点！别闹！这块怎么这么……
没挂弦儿，金哥，这也没挂弦啊？也没挂弦儿。小心别的啊！来，前进，绕着筐走啊！小心点啊！慢点，都慢点啊！绕着筐子走。点行不行？起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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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看着筐子啊！别碰筐子啊！怎么样，太君？没事儿，俺老七趟雷趟过来了。二喜，这几个，把这周边所有的雷都给俺起出来，剩下的你们跟着秦哥进村。是。
夜白虎啸龙门阵，雷响马蹄飞，飞天入海又入地，火海显身威。怒发冲冠气上阵，烽火战鼓擂，勇敢冲锋陷阵，为了谁？为了谁？哎嘿哟！炸飞了小小的鬼子，一群可爱的人儿啊，风风火火打敌人，血气方刚的好男儿，生死路上走几回，包围圈内杀敌回，牺牲刀戈太玄贵，哎嘿哟。白虎啸龙门阵，雷响马蹄飞，飞天入海又入地，火海显身威，怒发冲冠气上阵，烽火战鼓擂，勇敢冲锋陷阵，为了谁？为了谁？哎嘿哟！炸飞了小小的鬼子，一群可爱的人儿啊，风风火火打敌人，血气方刚的好男儿，生死路上走几回，包围圈内杀敌回，牺牲刀戈太玄贵，哎嘿呦。